武汉肺炎肆虐，台湾分别对泰国及新加坡发布一二级旅游警示。昨晚菲律宾基于一中政策宣布禁止台湾入境，对此台湾外交部直指背后有中共阴影。中国大陆年后陆续开工，疫情严重，台湾金融业工会呼吁业者不要派劳工返回大陆。肺炎疫情加上中南海拳斗，中共治理濒临崩溃，习近平能否接受川普帮助，外界持续观察。更详细的新闻内容请锁定新唐人亚太晚间八点新闻。